可以搭我这个自定款这一件，穿起来是这样子。其实颜色的话，我觉得搭起来就还蛮好看的。对，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这样穿就是配这一件，这个颜色就还蛮搭的。对，或者是我觉得你这件其实搭牛仔裤也很好看。也可以，对。像我搭黑裤啊，或者是牛仔裤都 OK， 就它这种也算是蛮基本款的外套，所以其实不管怎么配都是 OK 的。这款是有扣子的。哦，对，它有一个，黑色它这边有一个扣子。我等一下搭黑色给你们看。好，别款。OK，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话，我是喜欢把它绑起来一点点。稍微这样绑，我觉得会还蛮好看的。哦，就是它有帽子的，其实也可以配那个这一款自定款。对，对，哎，这样也很好看哎，就会比较休闲感的穿搭。对，就会比较休闲，也很可爱。这样也很美，就可以露出那个帽子，也很可爱。这样穿也很好看 ，IP 的也很好看。你看，就是像这种大地色，它配起来就是超级适合的。对，这样子。喜欢，其实我很喜欢穿这件，然后搭那个紧身的哦，对，就会很适合，因为它其实上半身它是做比较，它虽然有修身的效果，但是我觉得下半身如果配窄的会更好看，很好看， 对，或者是窄裙什么的，或者是你就直接穿短裤，对，就会对，像这样搭宽裤其实也蛮美的，对，是这样，这件真的非常好看，然后你们近看它的那个细节是有压纹的，对，有压纹的，很好看。这个没有分尺寸，然后它这个是基本上，因为它也没有肩线，所以是都可以穿的。对，就是娇小或者是窄肩的都可以，很好看。韩国追加7到21天，然后有口袋，然后侧边还有一个这个，对，是有口袋的哦。这样很贵气耶，可以配黑色这一件，很好看，我觉得这样配超好看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好像还蛮上班族的感觉。对对，而且还蛮贵气的。对，这样。灰配黑就是对，灰配黑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超美的。然后黑色的话就是比较瘦，更瘦，那也很好看嘞，很好看哦。对啊，这样超美。嗯，我发现驼色好像搭黑色很好看，什么颜色都对，都搭地色好看。然后我可以把这个扣起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像这样搭子也很好看，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就是这样配，然后下面就是直接配这种长靴类的。对，这样完全就是下半身隐藏。我觉得这一件外套是你不绑也很好看，对，就是我觉得不绑是比较随性也很好看，因为我觉得这一件外套是有一点会那种扁身的感觉，让你看起来很瘦，很瘦，暴瘦，对，然后两边也是有侧开叉，就很美。